们也等很久，我们至少绕了半个小时以上。我们刚就看着你们停那台车位了，我们很早就到了，你们车没到，所以我的车还在这里等。没有在用人在抢车位，没有人要去抢车位的。报警好了，报警。是您不讲道理，现在已经没有用人在挡车位了。没关系，我一定抛上网。小朋友都比你懂事。你们一定会上爆料公社，你们一定，我一定把你车牌揪出来。我们现在在录影。小朋友都比你懂事了，好不好？隔壁到人肉站车位，那每个人每一条站一个，大家都有车位啊，那么人多啊。这样子啊，小孩子这么小，不要拿小孩子。你不要拿小孩子，没关系。我们等很久，我们等超久了。如果我们有时间，我们当然 OK 啊。但是现在就我们等很久了。我们对他停好这里的位了，我们转过来。没关系，就在后面等。我们绕进来的时候，你们车根本没进来，后面我保证都没车。你们一定是人肉占车位，你们这样绕过来。那没关系，大家在这边等。对，等等。没关系，这个影片你等一下我会交给警察局，然后爆料公司我会丢一份上去。你要怎么去碰？对，你们一定会上新闻。我们也等很久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事论，我们就事论事，这件事情抛出去，你们绝对。你如果说你态度和善一点，我就让给你。他态度那么差，你态度那么差，我让什么？凭什么？对啊，现在就只会倚老卖老，然后又在用小朋友。对，凭什么？对啊。我们没说什么，态度问题。态度问题，你态度，你刚刚你这样态度 OK， 我会让，但是。你那什么态度嘛？说这个态度，我会让你哦，我会输你啊。你以为你也没事啊？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时间多，我拍绝对会上去的，你们绝对完蛋。你们不怕新闻？新闻？不要废话。
是保留十五分钟。开车。我们一定检举啊！你准备说吧。没关系，他这样出得来。哪一台？就这台。这台吗？你确定？啊。啊，走吧。